游轮要出发喽！打开门，从这边通过。这里有宝箱，还有大章鱼。游轮悄咪咪地驶过去，不要被章鱼发现。游轮被一道闸门挡住了路，打开闸门，游轮通过了。打开第二道闸门，前进。再打开第三道闸门，最后一道闸门也打开，游轮出来啦。这有一只金鱼，金鱼脚的水面一直在波动，游轮悄悄地过去，吊塔把游轮吊过来，旅程结束啦。这是一座升降桥，小鸭子过桥喽。再把桥升起来，这是抽水机，用来给滑梯供水的。小鸭子来啦，开始抽水，让小鸭子滑下去。小鸭子滑下来了，再来玩钓鱼游戏喽。钓到了，是一只绿色的鳄鱼。继续钓。粉色的鲤鱼，第三个会钓到什么呢？上钩啦！是一只绿色的鸭子，继续钓喽。哦，这次钓到的是游轮模型。颜色是红色，这是小猪佩奇在开车，佩奇要出发喽。佩奇要来城堡灭火，这辆是小斑马苏怡的邮递车，邮递车的颜色是黄色，这是苏怡在驾驶邮递车。苏怡要出发喽！苏怡突然停下，哦，是恐龙！苏怡快跑！这辆是小马佩德罗的巴士，酷！巴士的颜色是蓝色。这是佩德罗在驾驶巴士，佩德罗要出发喽。到达宠物医院，这辆是弗雷迪的警车。哇，警车的颜色是白色。这是弗雷迪在驾驶警车，酷！弗雷迪要出发喽。弗雷迪要来执行任务，这架是小兔瑞贝卡的直升飞机，直升飞机的颜色是深蓝色。这是瑞贝卡在驾驶直升飞机，瑞贝卡要出发喽，起飞！
会是超级飞侠金小子。这是一辆变形卡车。金小子站上来 ，OK， 升起炮台，前方发现敌人，装上水泥弹，发射。不，金小子可要站稳了。再发射一次。糟糕，敌人飞走了。我们现在把卡车变成飞船。OK。变形完毕。金小子也要变身，合并双腿，打开后盖，收起双腿，好了，再收起左臂，收起右臂，放下机翼，金小子变成了飞机，起飞。飞船也准备起飞追击敌人。飞船降落，就快追上敌人了。金小子也降落，放下滑轨，让金小子起飞去侦察。
地赛道，组合完成啦！校车来闯关喽，出发！经过冰场、友谊桥、胜利门，消防车也来闯关，出发喽！左边的是猪妈妈，右边的是小猪佩奇。这是一辆购物车，这是货架，这是收银台。看看冰柜，哇，里面有奶酪和玉米棒。货架上摆好生菜、胡萝卜、西红柿、雪糕。打开冰箱，里面有好多好吃的。猪妈妈开始上班喽。佩奇过来买东西啦，佩奇要拿生菜、胡萝卜，先放在收银台。打开冰箱，佩奇还要拿西瓜。拿好了，佩奇过来结账了。猪妈妈把东西推到购物车里，佩奇来推购物车回家喽。小兔瑞贝卡也来买东西，他要拿他喜欢吃的胡萝卜，还有西红柿。先放在收银台。瑞贝卡还要来冰柜里拿奶酪。拿好了，过来结账喽。放好购物车，结完账啦！瑞贝卡把购物车推回家喽。乔治也来买吃的，他穿着恐龙服。乔治拿了一盒雪糕，先放在收银台，再来冰柜里拿点玉米棒。拿好了，放好购物车，开始结账。结完账啦，乔治要推购物车回家啦。这是小猪佩奇，他手里拿了根钓鱼竿。这是小狗丹尼，这是小象艾米丽，他有着长长的鼻子。拿出森林小屋，佩奇来玩喽。还有丹尼、艾米丽，打开门，佩奇进去喽。
关好门，在这里搭好吊床，小狗丹尼来睡一会儿。佩奇要去钓鱼，这是钓鱼用的小船，佩奇坐上来，出发喽！就在这里钓鱼吧。艾米丽过来烧烤了，她在烤玉米，好香啊！艾米丽烤得有点累了，拿一张椅子给艾米丽坐。你们看，佩奇钓了一桶鱼，回去喽。佩奇回来啦，把鱼放好。佩奇下船。把鱼拿给艾米丽烧烤。小狗丹尼睡醒喽。佩奇在椅子上坐好。还有丹尼。哎呀，丹尼要坐稳了。艾米丽拿了烧烤过来给大家吃。这是佩奇的宠物医院玩具，这是护士版本的小猪佩奇，这是一只小乌龟。把宠物医院拿出来，佩奇来宠物医院上班喽。打开门，让佩奇进去。关好门，来看看佩奇养的小金鱼，小金鱼很健康。艾米丽带着宠物乌龟来看病，让艾米丽进去。佩奇，帮我治疗小乌龟吧。好的，艾米丽。打开检测机，把乌龟放进去，关好，开始检测。检测完毕，原来是小乌龟的龟壳受伤了。佩奇给它包扎一下，包扎好了。艾米丽可以把乌龟带回去了，谢谢佩奇。这是一只小兔子，放到粉色的窝里。这是一只小熊，放到蓝色的窝里。这是一只小狗，放到棕色的窝里。这是一只小猪，放到橙色的窝里。这是一只小恐龙，放到绿色的窝里。这是一只小猫咪，放到黄色的窝里。这是一架救援飞机，开门，小兔子要去体检，小熊也要去。小熊先来体检啦，给小熊测量心跳。心跳正常。小兔子也来体检啦，要给小兔子检查牙齿。啊，
齿很健康。最后给他们测量体温。好了，小熊和小兔子体检完了。打开门，小狗要去体检了。小猪也要去体检。先给小猪体检，来测量体温，体温正常，再测量心跳。心跳也正常。到小狗了，给小狗测量吸跳反应，反应正常。再给小狗修剪毛发，剪完啦，剪得真好看。打开门，小猫咪要去洗澡，还有小恐龙也要去。把小猫咪放盆里，还有小恐龙，他们俩在盆里洗澡喽。洗完啦，再来吹干身上的水。吹好啦，小恐龙回窝里休息吧。还有小猫咪，好好休息哦。